眉毛贴着背就可以吗？你是眉毛没有？没贴过吗？没怎么断啊？你是多少？啊，过年嘛，就一七年过年的。没有，我这没贴。哦，这样参加如何吧？可以。过年这姐姐涨价没有？没涨。跟平时一样的是吧？没事，哎，什么事没事？哦，涨价没啊，过年的？不要涨，哦，今年菜价高高不高？没得钱，没得钱是吧？比较平稳噶。跟那平常一样的。哦，现在卖了好钱钱？新买的啊。嗯。今天牛市。哎呀，涨了点。涨了点。番茄。番茄三块。番茄差不多，不要平时。这个三个出去不便宜，可是登记单是要涨的啊，登记单过来是要涨的，你晓得就是海椒黄瓜涨价了，五块，哪个行？哪个海椒好多钱的？哎，海椒